我想请问这位是谁？他叫什么？
说。 你信吗？你信他在你家里？给我过生日，我就是个废物。你李宁玉这辈子算男人比算密码算的还准，你会给一个废物过生日？快去找你大队长去吧！去，快去，去。
你们俩今天不是还说要一起赴宴吗？ 我也下去了，怎么演？要不那个拿听诊器呢？拿听诊器。嗯。嗯，喂，嗯喂。快吧，一会儿地干了。快吧，一会儿地干了。他的确是很少见。 你他妈还行了，你不是任性了，这个姑娘。他确实就要，对不对？他演的这个手法。我相信在这十几平米找到二代尼格玛吉的构造，不难。总之，要证明是被你挟持和利益分成的，这个不必。我在这里上吧。 你不是说身体就是你杀的，我在这我没事。我换个衣服，全是我的词儿，变成你了，平时就是我的了，让你感受感受一下。哎呀，没录了，没录了。啊。 哎，漏了，没漏了。就这样子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就可以编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谋杀计划，就说森田识破了你之后，所以你就放弃绑架他逃了，而是。 这样的话，你早就知道我伤了身体，还损失我脸面。如果我因此被定为人，你也逃不出来。协助你掩盖，不过是一次利落。如果你被认定是诈骗，我也能逃。 更何况，我还得证明是你让我获取精神病药和栽赃陷害。二代恩尼格玛吉只有你。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自从进了酋长以后，你就一直。我相信在十几平米，你一定能找到二代恩尼格玛吉的构造。只要让他相信，我是被你利用威胁。 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。
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努力，忽略诱惑机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你找遍天美。生活